假到了。对啊，我们又来录影了呢。这次的话是我们第19录，这次我们要来到花莲的凤栖寺，最期待东部露营。对，然后因为现在太热了，所以我们早上呢先去远雄海洋公园先去玩一玩，下午的时候再带大家去营地看一看。不过现在前面平日哦还超多人，还在塞车，塞停车场有点可怕。真的，那等一下跟着我们镜头一起去看看吧。先这样喽，拜拜。好美哦，到凤栖寺。凤栖寺。哇，好大哦！这是我们的露营区吗？对啊。我们来看凤栖寺，传说中。风很大的营区，到底要下几根钉子才可以稳住？去下钉吧。敲一次都快往生了。敲一次就往生。为什么敲十八只下去了？看，那是。敲完十八只，你就可以出塞变十八当狼了，好难敲、啊，一下感觉是硬石哦，紧敲紧敲紧，对不对？洞什么时候会来，谁都不知道。啊，一直吹风，吹风风吹下去。有问过五月底要见你站吗？
乐了，后门一定要开了。啊，这是我慵懒，我们要去吃早餐啦、啊。有风七十的早餐，现在大人是一人180，吃到饱。有很多果汁。中式西式都有，蛋饼跟热狗。早安，跟大家说早安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开始测障的，哇，真的不开玩笑，真的超热的。对啊，来海边露营真的夏天要。考虑一下，真的蛮热的。